嘟嘟。这个空军怎么这么喜欢跳楼那个东西啊？难受了。这箱子也进去了吧？什么是跟过来的？啊，进去了，我不知道。居然整送了半一下，谢谢，哎，送冰可乐，谢谢，谢谢冰可乐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冰可乐，谢谢。这就输了呀，他们没机械师，怎么可能呢？有机械师的话有人压机，他没机械师的话没人压机的呀。逼良为娼，你知道吧？好、哦。
钥匙放。好。我需要和自信。我需要和自信。他电击离得太远了，刚跑过去。给不给我？你给不给我是啥？给不给我是啥？不给你也得给。我喝了奶，为什么想睡觉呀？他们一个正位吗？他们谁带了薄命啊？谢谢白萝卜送的钱。这什么时候被打爆？打这种游戏，谁没被谁打爆过？是不是？对吧？这回就去对面啊。经常遇到的，今天你可能秒倒他，明天他可能溜的舞台，是不是？说不定。徐炸鸡啊，这么性感的吗？哇，然后是炸鸡，哎，这个位置不太想追，拉板。我尝试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拉闸。拉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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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就拉闸了。照吗，兄弟？这边搏命招给你，搏命招给前锋，而且魔石也过来了。哎，这波节奏其实还行吧。他们现在虽然说亮两台机，中间台机魔石，好吧。啊，好稳这个人。糟了，前锋要被摸好，你拉闸了，兄弟。
五无人来了，你怕不怕？五无人来了，我告诉你啊。老杂，不是陈峰吗？啊，我应该挂的，其实。小班了，刚刚有耳鸣。但是那边的门要开了呀，不知道能不能赶过去。哦，那是那舒服了啊。你造吗？没有，在这里。先打他个误认吧，想办法。这他没打到他，跪下！这局你不给我赢就过分了呀！哎，有可能输。前面不是我想要的人，因为有佣兵有前锋很烦呢。哎呦，可以可以。教鸟吧，鸟你都不教。好。开局两个收集位都我鸡都点不亮，哎，哎呦，调像是炸鸡，爽了呀，兄弟。
你不秒救吗？我走了，你都不秒救，兄弟。撞啊！不过他不撞，先就得死了。那这边三连，我舒服的亚皮儿，佣兵得过来了呀！佣兵，佣兵得过来，等下传送找先知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先知往那边走，那个位置是调香师。佣兵过来了，那下一台还在摇的机，就说明或者他不摇，不摇说明先在摸。那这是先知按下来了呀！按键没改吗？上前锋啊！完了，这叫输。都在遥远他乡呢，他们两个。燃起来吗？燃。球肯定有的，救谁？救前锋还救先知？救不了，就先知吧。其实，哎呦，不对哦，这个位置也远，一样，不影响结果。好，终于等到你。嫁接庞山经。